快抢起来了。想吃吗？那你撒个娇看看，快来。好啦，看你馋的，走吧。哎呀，你慢点儿，好吃鬼。有一家罐头是主食即食粮，肉原蛋白高达99%，肉汁儿也很多，专治爱干饭不爱喝水的主子。它有三种不同的口味，可以满足挑嘴的小猫咪哦。还不够呀，贪吃鬼。